长腿能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妈妈说她如果在家东西，哎，什么蛋？这个，我们这个。哦，好久不见了，他都没变呢。前面正门口进去有一家那个，还是有那个铁房子的那个卖的。大爷，还要帮忙安排工作吗？要不要？要啊！你看，规定不完就好了，不完就好了，不完就好了。十六个之前吗？十六颗了。哎，要多少颗？你也袂可能卖个，加啦，加啦。实践榨酸的大把，跟你一样。哎，你们在这里。哎，他这个每个人抱都可以哈。对啊。哇，真好。